阿公公过河蛙跳，阿嬷做过河蛙脚，得下里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紧接着呢，就进入到了菩萨广行无量义无量义经的线上读书会导读。今天来到了第43个星期的共修，进度是十功德品第三在第五个部分的导读。现在呢，我们就共同来恭听由净思精舍德养师父以汉文发音引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共修经文里。行十恶者，起十善心，傲有为者，志无为心，有退心者，作不退心，为有留者，起无留心，多烦恼者，起智灭心。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一功德，不思议力。感恩德阳师父的带领，在这几个星期我们共同进入到的共修范围是十功德品的第一功德，依序渐进的让我们一一来去除原本的习气，希望能够自行光明显现呢。那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好好的来自我检视哦。而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就是要告诉我们行十恶者能起十善心，心有贪嗔痴三种毛病，但是只要我们有心来进入到无量义的法门，不但可以戒除十恶业，更进一步能够行十善。所以我们要用心一起来共修，并且来身体力行。在今天的导读人，我们所邀请到的是来自桃园的法义团队法义种子蔡金腰师姐，是我们的教联会老师，也在社区当中担任读书会的带领导读人。现在呢，我们就跟随着蔡金腰师姐的分享进入到今天的共修。欢迎金腰师姐，您好。感恩嘉玲，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导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记第321页到323页，以及无量义经记诵415页到432页的部分。这个部分有四个重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防非此恶不放过，十恶者起十善心；二，造作者起无为心，退转者起不退心；三，有漏者起无漏心，烦恼者起除昧心；是智慧从人世间得，愿力行得无量法。第一部分，十恶者起十善心。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人人本来就拥有清净无染的本性，只是因为我们一念心没有照顾好，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会造作杀盗淫，我们的口就会犯下妄语、绮语、两舌、恶口，内心还会起贪嗔痴，造下种种的恶业。佛陀教导我们要以菩萨为典范，在《德行品》里面，佛菩萨就是行六度万恨来成就佛果，也希望我们以法水来洗涤我们污染的心地，能够回归到清净的本性，并且能够用具体的行为行动来实践体悟
转恶为善，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修六度，并且能够发菩提心来自度度人。第一部分，防非止恶不放过，十恶者起慈善心。防非止恶就要从守戒开始。上人常告诉我们说，戒就像一道心灵的防火墙，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基础，也是修行的根本。佛教五戒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加上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不赌博、不投机取巧、孝顺父母、调和声色、遵守交通规则、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就是持戒十戒。上人透过持戒十戒，让所有的弟子，让所有的人能够及时防非止恶，人与人之间也能够化解恶言、结善言。常说人格成，佛格就成。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够结好言，我们的心自然能够入法，能够见到真理的境界，所看到的一切无不都是法，我们也就能够逐渐往明心见性的境界来迈进。而这一切呢，就是要从守戒防非止恶开始。接下来我们就来恭听一段上人的开示，教导我们如何守戒，顾好一念心。诸戒十戒，以戒为制度。咱这么这么多人啊，那无制度啦，是要安怎去执行呢？咱这个宗教这么这么大的团体，而且呢，靠善地国际间啊，所以咱必定要有制度。那你制度呢？干那靠自己改。人人呢要有戒律啊，咱家己的心一定爱有改。自这人啊，袂用咧欠爱啊。当然爱呢，爱相对家己的家庭啊，咱的周围的发亲啊，才所普遍的众生，真呢。必定要将近二远啊，将远的二拉回来，其实呢是一家亲啊。所以咱要时时用善戒啊，人生难免有突出的时阵，有的是有意蓄意呢犯错，是去改未过啦，无听到伊改了真好。外面的这个有形的迄个业，甲习气业、习习业，也未真的是真自然呐。外面过来个有印子的吼，他就搁再去啦。这都是咱众生的累生以来所分析的习气、习性、甲业，以业为真呐，习性为改啊。虽然有过了一段时间呢，迄、那个念啊，过来的时，过一年呢，伊就过去啦。所以呢，我呢爱用耐心，咱的善门永远为伊开，我们的华啦，就是无伫咧淘汰任何一个人，只是呢等待他的法则，他要回归我们的管理的制度。只要当然后回归到回来呢，我们总是要包容啊，同时也要善解啊，有的是无心的啊，所以呢，这都是持戒人应该要有的啦。在信仰上的出错啊，上重要就是精神的偏差去，有时阵呢走火入魔，那个时候真的是拉不回来啊。怕的就是说信仰只要有所求啦，很快哈会走火入魔。期待呢，持戒人真的要行在菩萨道上，路要正。我们要培养呢是这良心，哎，化敌迄个迷信，佛陀所讲的迄个法，那种的妙法，要真正爱立心，那爱行定，
人间道上，所以希望大家人爱破除迄种的执着。感恩上人开示，从上人开示当中，有想到在桃园中立有一位蔡锦章师兄，在加入慈济之前，是一个做水电的水电师傅，他赚了很多钱，有时候一个月就可以赚100多万，可是他把他的钱都拿来吃喝嫖赌，甚至他还说他有时候还偷还抢，甚至杀都来，他自己都说那这样算不算是坏人呢？有一度真的是非常的迷惘，非常的迷失，甚至呢在赌博当中，一个晚上电动玩具就可以输掉一间房子，那时候他都还不会后悔，一个晚上跟朋友出去5-6万块就这样喝酒喝掉。还有他遇到慈济人接引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常常起退转心，有时候说他没有空，有时候说他太累，就这样子培训了3次，培训了3年都培训不成功，后来好不容易通过了，但是受证以后协力队长一直呼唤他，他还是说我没空我没空，就自我远离了。但协力组长范阳富师兄非常的用心，范阳富师兄真的是法非常入心啊，能够发菩提心来接引他，常常电话去关心他，他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是很好，讲了快半年就是一直不是很好，甚至后来妻子儿女也都离开他了，有时候连工作都接不到了，就开始走下坡。这时候范师兄就开始注意到他，后来才发现真的有一度心短了，所以范阳富师兄说还好那时候知道要去关怀法亲，如果那时候不去理他的话，把他放掉，那范阳富师兄说后果真的是不敢想。所以师兄说很多人就问他说像师兄这样进进退退长期懈怠心，你为什么还要帮助他？那范师兄说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因为我们是法亲，我们不认识的人都在帮的，何况他是我们的法亲，既然我们知道了他需要我们，我们就要尽量的拉他一把。所以他说啊，其实上人也一直在推动我们对内的关怀，所以说应该人人都有佛性啊。所以范师兄说人应该都会有一个机会能够改过能够回头，所以说师兄他觉得他能够这样子爬起来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虽然以前他曾经荒唐过。那这里就想到上人的静思语，上人说地上种的菜就不会长草，心中有了善就不会生恶，这一句静思语也很让很多人受用，让很多人能够由恶转善，也能够造作者起无为心，这个造作就是身口意犯下造业的事情，能够起无为心，内心能够静思有正念，所以身口意也就不再造作恶业了，而且更进一步在付出的当中也能够更进一步的不执着，学习不执着付出无所求的精神。那这边想到以前就听到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位穷途末路的人，他因为遇到经济上的困难企图想要抢银行，那他在行动前呢、在银行前面看到一本静思语，他一打开正好就看到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当下他就打消坏念头，也就避免铸成大错，这也是造作者起无为心。那同样的一句好话，在屏东教联会尤振兴老师的写生当中也发挥过这样的一个作用。尤老师在屏东大同国小任教的时候，曾经有2个4年级的孩子翘家逃学，
他了解以后发现家长大多是用打骂的管教，所以孩子都不想回家，常常跑到电动玩具店去玩电玩。还好有老师用上人净思仪常常来教导这些孩子，所以有一次这些孩子在写给师公的悄悄话当中就描述自己有一次啊，放学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就想要到电玩店再玩一玩，但是呢不知不觉的脑海当中就出现了这一句净思仪：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他就毅然决然转头回家去了。这件事情也让师父非常的赞叹，不管是穷途末路想要抢银行的人，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因为有法入心，有智慧在心田，也就能够造作者起无畏心，能够不造作，不犯下错误，能够防非止恶。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蔡锦章师兄，也因为法亲能够法入心，不断的发挥菩萨永不间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来自度度人，来接引他，关怀他，所以原本想要退转的他，也能够起一份不退心。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第三部分：有漏者起无漏心，烦恼者起除昧心。上人说，静思湛然，当下时时观照自心，则念念趋向清明；正心所归，当下念念清净无痴，则处处安然自在。如果说我们能够常引法入心的话，常常反观自照，这样子我们的念头就比较容易清明。而且上人也常常提醒我们要多用心啊，说修行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一颗心照顾好，因为我们这颗心本来清净，如果我们能够照顾好，其实我们就能够发挥与佛同等的清净的智慧，我们也就不会被污染，被复杂化。这个有漏者就是智慧漏失了而起烦恼，如果能够引法入心，有漏者起无漏心，就能够升起智慧；烦恼者呢，起除昧心，无明烦恼也因为智慧现前，清净的本性现前，能够灭除这些烦恼。心的方向如果正，时时守归，就能如上人所说，当下念念清净无痴。那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痴念，当然就会处处安然自在，所以不论在哪里都会安心自在。当然心中无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起起伏伏，一旦我们法入心，当然我们就可以清明映照一切。这边在大陆漳州这个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位菩萨，这一位菩萨魏一珠师姐，她在众人面前呢，就曾经呢提出她的故事跟忏悔。在十多年前呢，她听信了人家的说法，说啊，吃兔子的肉呢可以进补，可以美容。于是呢，她就自己养兔子，杀兔子，总共杀了上千只的白兔。后来呢，就无故罹患了怪病，甚至呢，皮肤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用刀子去割啊，那割下来这个皮肤呢，就很像小白兔当时候被杀的皮肤的样子。那后来呢，他终于慢慢的解悟啊，不再照做哈。他以前常常要吃小白兔的时候，就说啊，小白兔，小白兔，你是吃我的，是我养的，应该让我吃，让我杀。所以在五年内才会吃下那么多的小白兔。那后来他发现自己养到受不了，大力捏，就像当初他在拔兔毛一样，用小刀割肉，就好像兔子捆红萝卜一样，一坑一坑都是坑，很难看就是了。所以最后他才慢慢的改往修来，觉悟过来。那当然也是因为他明了了因缘果报的这个正法，才知道过去做的有多离谱啊，所以他就积极的
参与慈济的事，走入人情护卫，而且也开始斋戒如数，改往修来。他希望他自己在众人忏悔说出这样的故事，能够呢成为别人的借鉴。所以这边我们就知道，其实人人都有一颗清净的本性，如果我们能够努力的行善，能够明因果，能够法入心，我们的烦恼种种的造作也就能够消除。那有一次呢，有人就问上人说，到底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那上人回答说，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其实呢，人人都是有一颗清净的本性，只要他能够改往修来，只要他能够忏悔，就能够恢复到那一颗最清净的佛性。在这边我们就想到，其实不管是烦恼心，不管是有漏的心，或者说心中的恶念，其实都在我们的一念心。所以照顾好一念心是非常重要，心中常常保持善念，力量也是非常可观。上人常告诉我们，一人一善可以远离灾难。浇满这情世界心，沉深这情人如心，携带这情清净心。未能渡者嫉妒心，是恶者情，是善心。造作者情不为心，回转者情不对心，流露者情心，烦恼者起诸灭心。十恶者起十善心，造作者起无为心，退转者转不退心，有漏者起无漏心，烦恼者起除灭心。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在今天进入到了菩萨广行无量义，我们第43次的共修进度来到了无量义经十功德品，在第5次的导读内容，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来自桃园的法义种子蔡金瑶师姐。其实呢，从刚刚一路过来，在第一功德南寺义里，其实就是我们要一一来修炼。上人告诉我们，贪嗔痴这三种无明会障碍通达道理的路径，所以上人也常说了，走入人群才能好修行。凡夫呢，我们在人世的历练中能修得道理圆满之时，这贪嗔痴三种的障碍也就会随之化灭。现在呢，我们就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后半段导读内容里。接下来第4部分，智慧从人世间得，厌力行得无量法。上人说，智慧从人世中得，三爱六尘永已消尽，菩萨复当花红誓愿，如所闻会得无量法。三爱就是贪嗔痴，就是我们的心随着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而反应，这三种无明会障碍我们每一个人通达道理的路径。所以上人提醒我们，我们心生无明就会消减我们的智慧，法
仿佛在人世历练中能够修得道理圆满之时，这三赖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上人提到，在南非有一位师姐美密师，她已经投入慈济十多年，并且跟慈济人一同投入蓝提计划。这个蓝提计划就是提供居民普遍贫穷的人能够让他们自力更生，协助他们职业训练。其实美密师的生活经过很多的坎坷，他的先生不但外遇离家，还带走他全部的积蓄，留下他独自抚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生活也就陷入了困境。想想一个平凡的女人，心里能够不厌恨吗？这时候因缘刚好来了，慈济人走入他的生活，提供给他物资帮助跟职业训练，也因为有爱的陪伴，他也慢慢明白道理，放弃怨跟恨，能够以普天三无，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这样的法语智慧流入他的心中，于是他逐渐的放下对先生的仇恨，还扩大对自己孩子的爱，将社区老者、年轻者或年幼者都当成一家人，在社区中跟慈济人一起推动环保职业训练，还教育居民如何能心中有爱，安分守己，让自己的生活更祥和。上人说，因为他一念心啊，照顾得很好，又能够引法入心，心中有正念，有善念，所以能够放下贪嗔痴以六尘，因而明白没有小爱就没有大恨。诸如他曾经跟先生两人许诺天长地久，到头来却先生说变就变，又是如何能不恨呢？可是美密师师姐她却能够放下小爱，拉长情扩大爱，这样子的一份胸襟，这是上人所赞叹的。甚至在她的先生离家多年后老了，重病缠身，外面的人也不再爱她了，又回到家，美密师还仍然秉持的普天之下没有不爱的人，让她回家，把她当作照顾户一般的照顾他。这边就看到师姐她就是普天三无的信仰，让她能够剥除她内心的无明烦恼，从而产生智慧。上人赞叹说，她这样子的身体力行，心灵开阔，以大爱无私断除过去的私情，真是令人赞叹。而且她还做到发宏誓愿，不断地扩大心胸，扩大爱，这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典范。佛陀其实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自性，不分人种，都有清净的法性。上人说，南非数千位慈济志工，许多人其实都经历过苦难，但是在走入慈济宗门之后，在静思勤行道洗涤自己的心灵，也都能够打开心胸走入人群，如今已经帮助了许多人。当地有许多黑皮肤的菩萨，现在都穿着白领蓝衣白色裙子，黑白蓝三色分明。这一群南非祖鲁族的志工，因为他们心很开阔，能用单纯平坦的心听闻佛法，已经消除三爱六尘的障碍，所以也为自己铺出一条康庄的道路，因此在困难的环境中也能得到智慧，开启无量法。上人说，菩萨发菩提心，人间菩萨同样要不断的发宏誓愿，如果能够不断的发宏誓愿，行四无量心六度，就能够开阔胸心的无量法。另外在莫桑比克有一位蔡黛琳师姐，同样是以发大菩提心走入人群来请菩萨道。佛心弃地理，解佛心弃地理，
上人赞叹师姐以佛心为己心，法在心中，行在法中。师姐可以到处去与人分享带动，被救济过的人也自愿当志工，那样的志工会和非常真诚的爱，一波一波爱的能量的接力，上人说看了实在好感动，大悲心入人情，假如没有那一股大慈悲心，哪能这样呢？所以说心中有法就有力量。上人赞叹蔡太林师姐在莫桑比克也能过着富足享受的生活，但是她放下自尊走入人情，以心灵财富大自力来广度贫困众生，就连七月吉祥夜时也能举办祈福会，带动当地人为父母长者洗脚，一切的不可能他都做到了。所以说上人常期许我们要入情处众，从人情当中借势练心，喜言修心，能够做到人言、事言、理言，行菩提道，用爱铺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恭听上人的开示。师父从40多年前开始，我就开始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啦，你想如何能维持到现在呢？现在的慈济是有这样的，在全球菩提林立同根生啊，这种菩提呢在全球已经生长开来了，这树呢也已大，所以啊在台湾呢、还是一样，我有的时候我被不满人意的时候啦，不管听到什么事啊，或者是碰到什么事啊，那我就要赶快呢想佛陀的当初呢比我更辛苦啊，当然我不能跟佛陀比啦，可是呢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向着佛陀，也曾经有过他呢在一般的社会曾经有人呢为了要反佛的团体，为了要破坏佛陀的团体呀、也有人这样的封锁供养的动作，还有呢曾经啊外道教为了要破坏佛陀的教团啊，也曾经呢无奈的佛陀的弟子呢，这在佛经里面都有很多啊，所以我每一次呢碰到了、听到了、看到了、感受到了，每一次啦，都我自己呢都会说，我很感恩呐、各位，你们呢不只是跟师父的身边，虽然呢有很多人都还没有见过师父，可是呢也愿意呢从台湾去的、辗转的、接受到的，或者是呢从大爱台看到，或者是诗集上看到的，就开始有发心，开始发愿，开始呢就在做吧。所以呢这一点呢、我就很感恩呐、这都是呢现在哦那过去走过来的呢更坎坷哦，那世间事啦，假如太过于顺畅了，不稀奇啦，一定呢要有啊，我安尼这种哎，这个坎坷道路才真正的值得回忆啦。假如呢很顺利也不叫做修行啊、太简单也不算是菩萨道。所以呢，我们要觉悟所以。各位菩萨们期待人人呐、在这样的远方呐、那我们心灵呢总是要有这样的决定选择的菩萨道尤其是我们的净师法脉
慈济宗门，一定呢就是要正信，我们要把握了为人间服务的精神。我们呢来到人间呐、啊，难得呢，我们要把心摊开来，把路呢铺广，哈、哦，那用爱铺路呢，自己走过，后面的人平安踏过来，这呢才是我们的生命价值观呐、啊。你们这一次回来呢，没有给你们呐、啊。什么样的神通广大的佛法、哦、要你们大家呢都是要人缘事缘呐、啊，那道理缘的、哦、这样的话，所以人间路啊，我们要怎么走，用爱铺路呢，那走、哦、所以啊四十几年来似乎都是赶快用爱铺的路走过来，走过的坎坷路呢，现在都是也是很平坦呐、啊。难免呢，人与人之间呐、啊，哈、哦，那这种不如人意的事情都是很多啦。那期待人人呢，都是要心宽念存。那这样的不如人意的事情都可以善解哈、哦，那包容化解掉啦。所以我们的心呢，永远都是立体琉璃同心圆，永远都是呢菩提林立同根生，永远永远都是对祖核心根福田，永远永远都是呢慧根。好，不是用念的哦。真正的慧根要深入心哈、哦，那就是呢，要深在菩萨道上，用慧根来铺这一条菩提大道。上人的开示，在2013年岁末祝福，上人勉励受证的师兄师姐说：“胸前佩戴的莲花胸花，叮咛所有的师兄师姐，就要如初泥的莲花，不受污染，也能够美化人生。”上人说：“莲花是我们佛法的一个标志，诸佛菩萨坐在莲花上，佛法。”就把莲花比喻出淤泥而不染，花开见果，莲花一开就有莲蓬，一变就有莲子，还有莲藕在泥中。因为莲花可以美化淤泥，就如菩萨在五浊恶世投入救苦救难，就拔心灵烦恼、身体病重或者是灾难的苦，这都是人间菩萨要投入。这边就想到我们在佛学当中常常提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诸恶莫作其实就如同上人教示我们，防非止恶不放过，众善奉行就如十善护心勤精进，而自净其意就是上人教示我们静心湛然，时时关照自心，念念七相证明，能够正心守规，当下念念清净无痴，则处处安然自在，是诸佛教。那就是上人常教导我们，凡事要多用心。上人希望我们所有发心的人都能有机会听到《无量义经》。功德是从修行中来，在第一功德品这边，上人教导我们《无量义经》要透过我们身口意的力行实践，入行处众，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六度波罗蜜，希望能够自度度人，能够身体力行，得无量智慧。感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桃园的法义种子蔡金瑶师姐的分享。上人说，智慧从人世中得，三爱六尘永以消尽，菩萨复当发弘誓愿，如所闻会得无量法。我们也彼此来祝福，希望发心的人都有机会听闻无量义经，了解无量义经的道理，我们共同发菩提心，身体力行印证道理，得无量法。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爱人生真